不用 A 四有东西。种子就是那个啊，这个黄俊男他们叫种子啊。三哥有带，旁边一比零。来打比赛之前，我们都打预防针。对啊。健身一个，大家。旁边一比零。我就觉得这样很好，打市场就要开始。所以你上次有拿到奖品？有，按才女生才有六个。刚打。前面，旁边，二比四，对，我也是。我觉得穿这种裤子好像会不太舒服。整整腿的。好想碰到这样的对手。嗯，我好想碰到这样的对手。你跟他打的不够深，不够深，我也想要打深一点啊，打不出来啊。他打高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你打在框框里面，基本上都会掉到框框里面，所以那个偏高一点，因为他这个真的比例深一点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尽量打后场，可是太高就有大便的象征。就不要打，还有就是那个刚刚看的那个。他刚说什么？小树。小树说他的变化。小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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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应该是大我大刀贴的墙出来干嘛？应该是大底内贴的墙嘛，大底内的半场连休息都不给。对啊，半场换场有三十秒的地方。他打了很久了，他现在好像另外一点，真刚棒，真刚棒。准备八比五。对，下一次呢？可以啊，六比九。他们每次也就要先保，不管赢还是输，都要保。七比九，被电被电啊！我也出来被电的。你看这每个人蛮有趣的。七比七，难道？这边看点音乐吧。早些天，大家都在看。旁边，八比十，真的。
林志李宗翰，第一次选你吗？